幼犬是那个豆花的幼犬，现在都这么大，一个比一个好看。今儿个咱们喂它是第一次拿零食喂它们，表现都还不错，之前都没喂过。其他幼犬喂的时候啊，你这零食往上一送，它个整个的嘴往你手上一卡，就会咬你这个手。它们你看喂它们的时候啊，都是大手心的舔过去。你看啊，这是最大的这个，这是一只公小公犬，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它的体型明显比他们三个都要大。这母体里有寄生虫，也可能就是幼犬驱虫不到位。它那小狗儿之前那耳朵上结那个结儿，然后脱了，脱了都没毛了。现在不错，已经都全部恢复了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那时候那小耳朵啊，都是一个小裂口一个小裂口的，看着啊，哎呀，特别特别心疼的那会儿。哎。突然发现啊，牙，小狗的牙掉了个牙耶。小狗四个月上确实是开始掉牙了，不过能现场看见它掉牙的机会很少，因为它们经常玩的时候不，你看不到。我说它一直在嘴里捣鼓捣鼓，我一直以为是个小石头啊，你看弄出来一看是它那个牙，掉了一个牙。好，我看看，我看你，让我看看是哪儿掉的。我看，来，你里头的应该是那个没有了。哎，不让看还。哎，说好的长上来了。这个时候不，咱们可以多给它吃点磨牙棒或是大骨头，让它去磨牙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不，咱们纺织它会长双排牙。咱们这儿的狗之前有一个是八根一个小公犬，它长过双排牙，刚冒那个双排牙的时候都给它开始让它磨牙了，最后确实那个牙也磨下去了，还不错。如果是完全长成的话，都不好磨下去了，所以在它那个四个月开始掉牙的时候，咱们给它磨牙就行。其实我大家也别觉着啊，那么它掉牙的时候再给它大骨头磨牙，然后它会疼啊会干嘛的，其实完全没那个必要啊，不用那么担心。小狗儿他们在掉牙的时候磨牙是正常的，这小吃货。你们比他们，哎呀，真是没得说。喂他们的时候都咬我手，看你们多强啊，是呗？一个一个的吃，哎，看一叼，太棒了你，多棒啊你！哎呀。你也弄稳点哈，你看他们这毛，有点自然卷儿。
之前的小哈士奇还没见过，不知道他们打扮什么样，说不定也说不定洗洗它的质量。今儿个天气啊特别好，有个小凉风儿，咱们今儿也都趁这个机会给他们玩一会儿。这种天气最适合狗狗了，不冷不热。叼来叼来，能叼来了你们。好，没了。